抽翻個內檔，跟住放頭馬後邊嗰格咁翻到嚟接落去打曬，都係得個第五。好啦，尾場啦，咁啊，輸到七七八八啦，好多人啦。第七場又好似正常翻少少咁樣啊。大勢係點個啊？大局係點啊？二四八九十一就贏過嘅，二四八九十一。咁啊，五號入個 Q， 六號、十號就最叻第三，咁即係大部分馬都有啲賽績嘅。上仗賽績就非常之好啦，一三八九十十一都係入咗位置嘅。其中只九號純金酒杯咧就係 win 咗出嚟嘅何澤瑤，今日何澤瑤醒神啊，真係即係美麗滿滿跑得幾好啊！潘頓得唔得咧呢場？系三毫仔啊，又系潘顿啦。三毫仔咧就系上仗第三，前仗第一，再前仗第三咁样啊，即系连续三场都系喺前三名翻嚟嘅。好啊，呢只马应该啊。四号男装之歌赢过呢个路程喎，呢只马上次第四。布文跑第四，点解布文就去跑啫？就去跑只常常有余咧，俾咗潘明辉跑男装之歌啫，咁奇怪都有嘅真系。四号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八。男装之歌，点解布文唔去骑咧？真系。五号田泰安六恩神驹，入个 Q 啫呢只马。上次跑第五周进落48倍，即系而家变咗热门啦。五号六号啊，钟奕礼齐天大圣最叻第三，最叻跑第三，上次好后啊。连续两次跑十一名，冷冷地啊！啲马冷门嚟嘅啲马，齐天大圣夹硬廿几倍。王者精心初跑谷草，十二档真系七号仔。上次第九八倍。七号有肌肉啊，就马七号仔，冷门嚟嘅都系。八号仔上咗马多利神驹啊，班德礼后边跟住绿色衫啊，绿色间条，黑间条，多利神驹，班德礼。上次布文跑第二，哇！呢度成扎布文都跑过，布文跑第二，而家123磅，俾阿班德礼骑啦。八号仔赢过呢个路程啫，上仗成绩都好啫。睇下尾場點啦，真係，我諗都係一啲近績好嘅馬嗰度出現嗰啲前列馬匹。九號純金酒杯啫嘛，贏過兩次啦，三次、六次賽績之中有三個 win。九號仔，跑短途後上嗰啲只馬。二号档位啊，但系啲分数够未咧？吓，九号仔吕健威，十号仔金装令白色袖，有嚟两条红边，有嚟条红间，
梁家俊、金庄令，最叻第三，上将又系第三，认埋彩衣啦呢度啊！后边有只有心有型，上次跑第三嘅又系。黄色有个 V 嗰只，嗰只马喺后边跟住，白鼻梁嗰只后边跟住。苏兆辉有心有型，十一加满十八倍，而家十六倍。杜远恩上次跑第三，七十九倍啊！上次啊，十一号仔叔呢个苏兆辉，十二号宫顶，宫顶上次五十七倍跑十二，而家就八十几倍，都是冷门嚟嘅。今晚不怕冷喎，今晚啊，但系呢只马好似未准备好，经常都好厚啊。上次十二，前次第十。好啊，呢只绿茵神驹搏一搏佢啊！咁啊，行圈咧，我觉得一号呢只美丽奔驰今日咧相当之活跃生猛喎。虽然佢初次嚟到谷草啊，但系现场观感咧一流嘅。三只我中意啊，摆晒落去啊，唔谂啦，三九一啊，三九都有啦，唉，英雄豪迈咁，另外就纯金酒杯啦。咁啊！呢場三班千二啲馬都即係實力都集中喺幾匹度啊，幾隻都要曬啦，一三九咁啊，撚埋只五嘅綠茵神驅有啲分頭啦。睇下尾場可唔可以開翻場，即係正正路路啲嘅賽果啊！一三五正正路咯，係啦，呢啲係全部講緊係仲要好檔位啊，因為有過千噶啲 Q。邊線啲就係啲多利神驅，場場都同你力竭啦。十幾倍馬多有啲早啊，十六倍都幾隻嘅啫。但係幾隻都有近績嘅。係啊，十四、十六倍都幾隻嘛。好啲。咁啊 ，Jenny 就揀咗三號英雄豪邁行頭啦，七號嘅王者精心，九號純金酒杯。我要三号九号爆到最后开翻场正路俾你睇下，而家影住只三号黄色就英雄豪迈，罗富全咧就第八场只美丽满满赢得好精彩啦，睇呢次罗富全呢只可唔可以赢个孖宝？九号纯金酒杯有三个 win， 有六场赛事之中三个 win， 应该未尽嗰啲分，应该九号，而家九号大热，我要三号九号妹啦，上嚟挑战三班啊，第一次感觉好似诶季内见佢成日赢咁啊，啱啱都讲紧啦，咁啊第一次杀到上嚟三班，咁啲对手都有啲唔同，不过飞数咧暂时佢啊最热嗰只嚟嘅。落去去到保文今晚就未赢喎，都系开场嗰几只嘅啫喎，数嚟数去，方家柏就有买赢啦，系啦，纯金酒杯就企住啦，三点一。其實只綠茵神驅都企住嗰啲飛，你睇其他頭先差唔多賠率嘅上曬廿倍嘅已經。好啦，集團嘅紅燈亦都已經係亮起啦。嚟到今晚嘅尾場賽事，三班千二米嘅短途啦，繼續落飛三號馬嘅英雄豪邁，咁啊喺香港就初次挑戰千二米嘅。布马不准备妥当九场赛事三班千二大热系三，黄继驹最迟起步啊！
好咧，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嘅嘛，金裝令英雄豪邁齊天大勝啊！出邊仲有宮頂啦，最出咧就王者精心馬林，中間咧就美麗奔馳啊！咁啊後邊嘅馬啦，大概跟住個第七位啦，黃衫有心有型啦，內欄第八位綠茵神區啊！後邊嗰四匹馬藍裝之歌多利神區黃武咧就響尾三，後邊兩隻純金酒杯啊拍住出邊黃衫，常常有餘嚟噶。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咧係嗰只宮頂啊，內欄位置係英雄豪邁。再看到第三位出面就有王者精心，中间齐天大圣，内栏第五金庄灵，第六位的马仲是美丽奔驰，再后面第七位黄衫就是这只，还看到有心有型，内栏绿茵神驹，后啲多利神驹拍住红眼罩，外面蓝庄之歌博入边，纯金酒杯白帽的尾耳到掟出去，大当常常有余。好了，最后直路英雄豪迈就占先的金庄灵上紧嚟，出面有美丽奔驰，外面有心有型，原栏追中纯金酒杯，最后百零米了，美丽奔驰追紧金庄灵，元兰窜上嚟中个纯金酒杯，纯金酒杯赢出尾场赛事，跑第二名是美丽奔驰，第三名的马金庄灵，咁至于跑第四名咧，即何泽尧喺里边就赢咗，嚟到尾场赛事，咁啊呢只纯金酒杯十号跑第三，一号跑第二，吓。即是一号，唉，只潘顿放咗一轮又冇咗，唉，只九号仔叻啲，我估九号唔够三跑，点知三点知只九就赢咗只三啊，梗系成日都系咁噶啦。睇下何泽尧好嘢啊，佢拣里边嚟跑啊，啊俾佢揾到个位喎，真系。九号、一号、一三八、九十、十一系上涨成绩好，所以都系上涨成绩好啲。一号、一号、九号、十号呢啲啊，何泽尧都系热门之一嚟嘅，睇下点跑啊！即系。都入於正路嘅，即系嚇，呢、啊、全部都係上漲成績好嘅呢啲。咁嘅黃色就係潘頓啦，粉紅色嘅就跑第二嘅呢、這個，即係有位置啦嚇、啊，即係有 Q 收啦，真係。咁啊，十二號仔宮頂喺前面冷門馬嚟嘅，即係幾十倍冷門馬，我以為又爆啦。潘頓而家喺裏邊佔住條欄，咁啊，毛顯東喺啊潘頓前邊，咁啊粉紅色就嘅呢只叫做霍宏星，美麗奔馳喺呢度，佢有份有份嘅呢只，咁啊只。純金酒杯仲喺系尾尾，揾條罅走上嚟啊！去里边啊，好够运啊！真系，仲喺前边喎、啊，真系。佢跑埋啲，佢九号仔冇位上啊，不过自己只马放得快个头啦，已经让开条路俾何泽尧上。粉红色就叫只美丽霍宏星上嚟，穿咗条 Q 有二百几蚊 Q。一九有七十蚊位置 Q， 一九好多人买到。上仗跑得好嘅系一三八九十十一，喺晒度啊，四重彩啊，跑完啦。